2020香港小姐竞选将会在8月30日晚隆重举行，经过连日来的网上投票，这日就进行第二轮的淘汰，在15名佳丽当中筛选12强晋级，仲有6号名和林普来陪同一众佳丽揭晓入围许可证，而成功入围的包括陈许莹、陈贞仪、何曼珊、郭柏然、邝美璇、罗雪燕、廖慧仪、麦思晴、谢嘉仪、谢欣玲、黄婉欣和袁飞燕。在揭晓12强入围名单一刻，一众佳丽当然紧张啦。当时因为我们是最后一批啦，所以呢就是有一个的名额是会被人淘汰的，所以那时是我本身是比较坦然的，那下揭那下其实都想会不会是我呢，到到揭那下就真的那个心情是舒缓了很多。我都非常紧张，咁开之前都很紧张，因为如果落選啊，一定要 keep 住個感情喺入邊啦。係。咁最尾有一個好朋友落選咗，所以嗰陣時比較感動。咁我自己都係啦，其實我企喺後邊等嗌名嘅時候已經好緊張，已經捉住咗後邊隻手嘅咁。出到嚟啦，咁仲要講有咩感想就更加緊張。咁但因為喺呢2個月啦，我都同大家識咗咁耐，同埋建立咗深厚嘅友誼，所以都好唔捨得嘅。但係亦都好開心可以繼續留低，咁我希望遲啲會有更多機會展示到自己最好嘅一面俾大家睇。距離踏上決賽舞台剩翻10幾日，所以一班佳麗已經默默地為當晚裝備好自己啦。我本身有練開我嘅才藝啦，咁我會再上多幾堂去練得頻密啲。嚇，你咧？係啊，而家都苦練緊我個才藝表演啦，同埋飲食方面咧都要真係戒啦，因為嚟緊咧都會影到泳衣裝嘅，同埋想希望都會 show 到，即係希望 show 到啲線條啦。我都係有做多啲運動，同埋我而家每一晚講多啲廣東話，所以可能啲廣東話。係啊，即係而家每一晚都有即係堅持去 train 你嗰個廣東話嘅。係啊，我哋翻呢度，我全日講廣東話，跟住翻去都係講多啲。今屆港姐由面試到而家已經有接近2個月嘅時間，10幾位佳麗更加係建立咗深厚嘅友情。呢日落選嘅侯嘉欣、賴奇媛、張瑩月就要同一班朋友講聲再見啦。真係玩得特別 friend 嘅，其實係啦，咁所以好似 Selina 啊、Rosanna、Jessica、Rosita 嗰啲，佢哋即係我覺得佢哋都真係好唔捨得我，咁我都好唔捨得佢哋。之後會唔會都 keep in touch 啊？會，梗係會啦！希望你哋大家都多支持佢哋啦，係啦。阿琪咧？始終都差唔多2個幾月嘅相處啦，見佢哋仲見得多過爹哋媽咪啊！真係。係。係啦，其實都已經係變咗一齊生活，其實都真係日對夜都有啲感情喺度嘅。咁雖然 Joyce 就比較遲嚟啦，咁但係佢帶咗好多歡樂俾我哋嘅，係啦。所以其實我哋都好開心嘅，以後就即係 keep in touch 咯。呢段期間佢哋照顧得你好唔好啊？都好照顧我嘅，真係好照顧我嘅。有人幫我拉筋啦，有人叫我提我，一直提我，唔好駝杯，睇路。係啦，教我邊度買鞋，邊度買衫，咁我都好多謝佢哋。成功晋级的12位佳丽随即参与由郑裕玲、汪明荃、森美和农夫主持的港姐见工友问题，看看一班佳丽可不可以通过面试，成功应征香港小姐这一份逆市顺工啊！我而家都未收到个问题，我都要俾佢考起啊！你自己觉得最重要系咩啦？呢个见工，我谂都系职场嘅反应啦，系嘛？职场反应最紧要啦，系啊！识唔识执生咯？系啊，阿姐会同佢打牌添。啊，唔好啩？系啊，我唔识打牌噶喎。我都未同阿姐打过牌啊，识你咁多年，真系。我可能俾佢考起我。我同阿姐打过牌喎，但系我都同阿姐打过牌。喂，呢度系得你未同阿？咁啊！之前咧，龍虎同埋高姐咧，亦都即係同佢哋咧拍過節目啦，都即係都同佢哋有少即係考過佢哋啦。係，你覺得嗱，即係 average 嚟計啦，今日能夠進即係佳麗，佢哋贏咗喺邊度咧？方方面都有嘅喎，贏咗運氣啊！運氣，因為真係運氣，因為全部好平均，一齊咁勤力啦，即係樣又全部幾乎一樣噶嘛，你話？唔係我嘅，即係冇，即係冇得分，冇得分噶嘛，係啊，冇分，冇高低啊嘛，冇高低。你考人哋心美啊，對阿姐幾好啊！你哋兩個係成日係誣衊我嘅喺度。你兩個真係唔啱。你好似都好開心喎，俾佢。你學下。
你學阿姐啊！唉，人哋對心美幾好啊！因為我有容人之量，我要包容啊！哎呀，包容啊！我做錯嘢都冇所謂啊！你兩個，不過你兩個真係做得太錯啦，真係。而全港觀眾直到8月24日中午12點都可以透過逼分投選深水五強佳麗，最後入決賽嘅十強佳麗就會喺下星期誕生啦。